这么大的老虎，我们进去其实是不行的。对，饲养员也会有一定的危险。他穿了一个护膝的，对，以防万一他们抓起来。对对，怕他抓腿。好了，你看你姐姐都吃完了，你点都没吃到，啊啊！你又咬我，又咬我。吃饱了，嗯，他们俩玩得好开心啊！你看那个狮子跟饲养员，肯定也会熟悉味道。啊！但其实这是一种表示很亲近，然后很喜欢。他表示喜欢你，但是他是用老虎的力度在表示喜欢你，所以养这些大型猛兽的时候，安全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，过来吃吧，另外一只过来吃。嗯。哎呀！他是在玩，是在玩，两个是在玩，在玩在闹。他好享受这个工作，他不仅细心，热爱，热爱这份工作，你才能享受。你看他每次见到小动物说话那个语气哈，哎，小宝宝，不要闹，吃奶奶。你想想，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，那么凶猛的动物在饲养员手里都跟小孩儿了。你看我们今天又是受到了这个超一般游客的待遇，是啊，我们见到了在育幼中心的饲养员啊，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昵称叫老鼠。为什么叫老鼠啊？长得像。大家给起外号也是喜欢的，就是比较喜欢的一种象征哈。是。你是主要照顾小老虎呢，还是其他就是这些幼崽都会？都会有分工。你有最偏爱的吗？最偏爱的那肯定还是老虎。通过那个潘志伟他养动物，就养小老虎啊、小猴子那个说话的语气和那个动作啊，你就能看出来，他就像溺爱一个小孩一样。是啊，小宝宝，不要生气。